陆老师，来录影。来，西妹。自拍录影是吗？哎，自拍录影。我们来到这边是台儿山，这里是哪里？国运河。那个大运河，这里是山东的，山东的。哎呀，超漂亮的。有机会一定要来玩，哎，以后要自由行，这边慢慢的逛，超漂亮的啊，这边都是很多客栈，现在是白天，晚上的话灯光秀，对，超美的，超美哦，这里是福叶城，白天跟晚上啊，两个截然不同，对，各有特色，哎，各有特色的，对啊，我们坐啦坐啦。导游走，昨天晚上我们已经逛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夜景哦，真的很棒。这边来，这夜景最漂亮，对吧？啊，来了台儿庄，假如说我们去外面住那些高级的酒店，就感受不到这种感觉了。来到这个地方，就这种感觉，黑白色，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跟客人一讲说住在古城里面看夜景的话，客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意见。可能他跟外面的酒店有一点差别，因为它是特色的客栈嘛。对，尤其晚上在这里逛，很浪漫，很浪漫啊。我当时跟我女朋友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就先逛了这个地方，回去没有多长时间就在一块了，很灵的。哎，后面团队来了没有？我们团队拉那么长，晚上就没看夜景了。对，偶尔拍拍。很多的拍婚纱照吧，像我们公司的一些同事啊，有女同事拍婚纱照都来这个地方拍的。因为古装剧这个地方好，因为这个地方客流量大。因为它主要是接待。这里的街头巷尾，古色古香。哎，车子来了，车子来了。拍照。这个呢是天下第一湖。啊，我们这个谢玉大茶行是我们当时的时候啊，是我们西北地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做茶叶生意的地方，当然现在也是一个喝茶的一个地方。大街是女头发，剃桃，剃桃，要剃桃，剃桃啊，女头发。像这种啊，也是我们属于沿街的一个。做剃头的一个小生意的一个人啊，因为原先的时候啊，剃头不像现在有店铺，那背着包包出去啊，挨家挨户要不要剃头？拿把椅子，拿个水盆可以洗洗啊，到别人家里面去打一点点水，洗洗头就可以了啊。现在看得到是那个地宫。啊，对对对，现在只是找原先的感觉。对对对，原先时候是拿这个做维生剂。以前那个药包也有啊，中药啊包啊，挨家挨户都放了一包。以前二姐夫就是在送药包的。哎。到家户去送家家户户，然后一段时间再去检去查看有没有用掉，啊用掉再补充要多少付多少钱这样子。哎，家父都放个药包了。我姐夫就是去放药包，然后看上我二姐，穷追不舍，所以是。这个是一个段姻缘呀。对，妈妈硬要我二姐嫁给他，我二姐不喜欢他。津津乐道的一个姻缘。每次都躲，藏起来躲。看到你姐，没有妈妈，妈妈。二姐肯定很漂亮。对，绝对很漂亮。看到你，我都能看得很漂亮啊。这水好干净的。哦，再喝奶啊！哦，哎，老金嘛，
那以后哪？拼命的命变成了。什么呀？要不然那评委员呢？变成了。对呀，我也有的。这也要吃奶。当然吃。来到这个门这个地方，我起来就是等啊，因为要10:40啊，还有50分钟，因为点呢和昨天团一样啊，所以说我就然后再下一班车呢，因为我怕这个时间嘛，我老板也爱拍呀、啊。单程今天的旅程往返81位，在出站过程中会有。现在的时间是9:50，还有杂耍、打杂戏啊的表演。他的马戏在表演，往那边走，我往那边走。封底撤修呢？闲人勿进。他们的工作。那什么飞？我看你也给偷了一下。那因为从来没表示不喜欢的，就是来。去跟他们看表演呢。哎，龙船出动了，三公六婆。
这里的天后宫啊，好可惜啊，刚才没有录到。现在是9:00，50分，我们离开这里了。9:50，我们离开这里了。上游览车了，车程1.5小时，去吃饭。要准备来离开这个古镇了。他的旗帜，他这是旗帜吗？五军旗。往这边走了，往这边走，我帮人家搭我们的大巴。好，我们自己的我也不知道没的。来过马路了，来过马路了。新天地啊，12:30来到这里。新天地。对，酒店，今天第二天的中餐，我们在新天地来享用今第二天的行程的第二天的中餐了。洗手间。新天地。梅花亭。樱花亭。翠花。梅花亭。是吗？我不要分支的，不要奶分支的，不要。你要吃的也要，我也要尝一下不一样的感觉。不然他是人家那个淑英说好吃，尝尝看。其实来到内地玩，现在淑英姐，因为有的它比较香，有的它是白水的。他没有一次输哦，结果还是最后的。这民调故意，他故意你看，你像这韩国语出来，那蓝绿色就故意民调。明天不一定就投讲韩国语，要给你国民出来。
只要公主家都有。要搞那个唱那个李秀莲出来，那个哦，我们改支持李秀莲。哎，李秀莲，我就讲从李秀莲。哈哈哈哈同心协力来真的多好站起来开心哦我已经拍过了哦你要不玩僵硬好嘞嗯哎你要做挺同嘞到底是给小小一哦答应唱的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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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元帅多专业啊！好，谢谢，谢谢你，替美女服务，应该的，替美女服务。要叫主干了。过去，过去，过去。